怨谁人知？人生路苦梦了解，千里难相思也难定。人客人生路有缘爱行。是莲妹，双红真的是一个活泼伶俐的姑娘，不知道小碧现在是不是也跟双红一样快乐。看莲妹的眼神，她好像对红儿有特别的感觉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让莲妹认出红儿就是小碧。暗箭伤人，根本就是小人作风。是他，表哥，表哥，是你对不对？表哥，我知道是你，我拜托你出来见我好不好？表哥，表哥，说不定我怎么叫你，你还是不肯出来见我。不过没关系，如果这是你的选择，那么我就不勉强你了。我先走了，你保重。我就知道你心里面还有我。花自飘零，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表哥，难道你不想见到我吗？想啊，我当然想啊。那么你为什么要躲我？因为我会怕你。你怕我？你的心里有太多太多的仇恨。朱元璋还没死，大明还没灭亡，我当然有恨。现在的莲妹跟以前的莲妹一样，我现在的姚景已经不是以前的姚景了。什么意思？现在的姚景已经是没有烦恼的山野村夫，下雨天只要一件蓑衣
天老了，只要有一壶热茶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够了。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到底是什么人？是对英莲有情有义的姚锦，还是临阵脱逃、贪生怕死的懦夫？燕妹，请你放下吧。消灭大明，你报了仇，然后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，白骨成山，血流成河，你知道吗？在莲儿的心里，只有我主，没有天下。莲妹，陈友谅已经死了。可是你没死，我也没死。只要我们联手，跟当年一样对付朱元璋，如此一来，我们就可以再领兵，完成我主统治中原的宏大志愿。莲妹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要统治中原的想法。要不是你当年爱上陈友谅，委身给他，我也不会投入他的旗下，当他的谋士。表哥，难道你还在怨我辜负你？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莲妹，当年我用我最大的力量帮助陈友谅夺天下，但是地气以中诸事，所以我失败了。当年是这样，现在也是一样。不一样，你已经得到七绝阵法书了，只要布下七绝阵，泄朱元璋的地气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我并没有得到七绝阵法书。不可能，气宇台上的冤气凝聚，不就是你布下的阵势吗？不是，七血台上的七绝阵不是我布的。不是你还有谁啊？我不知道是谁，我也不想知道是谁。要不是你现在出现在我面前，我早就把七绝阵都忘记了。你不可能忘记。有一个人，只要你看到他，他就会提醒你七绝阵这件事，那就是我的女儿。你的女儿？是啊，你一直抚养我的女儿，不是吗？她现在在哪里？你想见她吗？好，我带你去见她。刘公干爹回来了。张红，尹正哥，这是我今天打到的猎物，今天我们可以加菜了。陆尹正下令屠杀所有的妇女，然后又葬在弃雨台。我娘是陆尹正害死的。你快把他拿开，快点拿开。背着你跟陈友谅的女儿小碧，一路逃到南屋里国。我偷走七绝阵法书，想不到半路中了埋伏，我身受重伤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
我不信。 莲妹，小辈会死是我的责任，你要怪就怪我，不要怪别人，好不好？妖精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你要帮我也好，不帮我也好，我自己会找出七绝阵，灭了大明。 来就好，别把你的手弄脏了。要是你正排斥我打猎，那么我答应你，以后绝对不做这种事。云峥哥，我还有点事，你先回去吧。夏侯，夏侯，你要去哪里？风这么大，别走这么快。不用管我。 我觉得你今天态度很奇怪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？与你无关。你要去找黄华吗？我答应你，我不会为难他的。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再跟他来往。再怎么说，他是想杀我的人。我明白，但是今天不行，今天我非见他不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答应过他，我会陪他去祭拜多年前被屠杀惨死的女眷。 惨死的女眷。对，当年皇上平定天下，民兵攻下了金华，当时的将领认为士兵会因为女人影响士气，竟然下了一道命令，把金华城里所有的女眷全都给杀了。当年黄华的姐姐、姑姑还有阿姨，全部都是因为这个屠杀令而惨死的。你根本不应该知道这件事情。 可是偏偏都被我发现了。是黄华告诉你的吗？那你打算怎么样？像当年一样，把黄华给杀了？夏侯，我是人，我不是满手血腥的凶手。那个屠杀令，真的是你下的吗？是我。真的太残忍了。屠城是为了稳定军心。 是为了要胜利，是为了大明朝，是为了天下太平，所以我绝对不能够心软。可是你杀的那些人都是无辜的，太残忍了！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他们都是手无寸铁的女人，他们都是别人的家人啊！这么多年了，你手上的血腥味都已经洗干净了吗？你不要再说了，我求你。 请你不要再说了。我真傻，我心里一直祈求着，希望那个屠杀令的凶手，跟我从小到大最敬重的大哥，不是同一个人。如果你觉得我罪无可赦，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。
我们要为那些无辜的女眷报仇。来，你是刽子手，但我不是。 战胜屠城的事，你都知道吧？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允正过去的事情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不过这几年，允正替金华做了很多事情，也受到金华城百姓的爱戴，这就证明。 他有赎罪的决心，所以屠城这件事情，我并没有放在心上。爹，你怎么可以不放在心上？你怎么可以让我嫁给满手血腥的人啊？哎，红儿，你不要激动，听爹解释。允正他……你不要再解释了，反正他是刽子手，我不要再听了。啊， 他说：“七绝这本书不在他身上，你就相信？你平常不是这么好骗的？”妖精他从来没有骗过我。哼，那是以前。妖精已经躲起来十几年了，谁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？我看，七绝这本书一定是他藏起来了。他想要找机会独吞天下。 实在是太卑鄙了！你要是再说姚景一句坏话，你的下场就和这根蜡烛一样。对你的情在薄荷，把我的爱又变苦，但你的心又在寂寞。 七绝这本书一定是他藏起来了，他想要找机会独吞天下，他实在是太卑鄙了。你要是再说姚景一句坏话，你的下场就跟这根蜡烛一样。你先不要生气，稍微冷静想一想。如果姚景跟你说的话是真的，那气宇台上的冤气。 还有城东战场上的杀气，要怎么解释？我不知道。不过，这可以证明一件事情：确实有人在金华布下七绝阵，而且这个有心人就在金华。如果这个有心人不是姚景是谁呢？他如果是朋友。 为什么不现身？他如果是敌人，就很可怕了。最好是朋友。要是敌人，就杀了他，夺下七绝阵。 将军现在怎么样啊？将军刚才在摔东西，不过现在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把门打开。是。
正儿。孩儿，恭请母亲大人晚安。将军，不要扶他。是，将军，振作一点，不要惹太君动怒啊。娘，孩儿的报应终于来了。双红认为孩儿是一个满手血迹的凶手。孩儿的报应真的来了。这里的东西手工都很细，哎，你看这个袋子，保证你佩戴在身上会很漂亮。你如果不满意，我这里还有几百样东西让你参考。姑娘，你真有眼光哎！这个胭脂盒，整个精华只有我这里有，要是涂在你脸上，会像水仙一样漂亮。老板啊，你不要以为你骗得了我，水仙是白色的，生意人最会骗人了。得罪了。姑娘真是好眼力，你怎么会知道米是藏在侍女的身上呢？这算什么？这把戏我八次就会了。自从我第一次见到双红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你曾经提起过，你的师父是一个精通武术、天下无双的人。这位高人是不是你爹呢？是啊，告诉你，我爹啊，简直是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无一不晓。甚至你昨天施展的搓米障眼法，都是他教我的。常听你说起你爹，不知道我是不是有这个荣幸可以跟他见一面？不是我不愿意，只是我爹一直不喜欢跟别人打交道，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不许我在别人面前提。双红的爹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就帮我把这包起来吧。谢谢谢谢。姑娘，多谢你照顾本店，有空要常过来啊。我祝您长命百岁，大富大贵。老板，如果你做生意是老老实实的，我也会祝你长命百岁，大富大贵。有空要常来哦。而现在真的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双红，我想我还是不要进去吧。老晚都要面对这件事情，既然你想要跟他过下半辈子，你的过去也是要让他了解。爷娘过去跟他说一说。
是陆远正，旁边那位老太太是。海军，请上座。好。太君，请喝茶。表哥果然跟双红有关系。爹，请喝茶。双红叫表哥爹，难道说？允正哥，请喝茶。双红，你不想陪太君呐？太君，我还有事要忙。双红，太君难得来家里坐坐，你就不要忙了。双红，我知道你对允正有一些误解，所以我今天专程带他来跟你解释清楚。太君，我对允正哥并没有误解。双红，黄华的娘跟亲人，还有无数金华的妇女，都是因为允正哥的一句话而死的。我真不敢相信，我敬爱的允正哥竟然是一个刽子手。双红，不得无礼。师兄，请让双红继续说下去。允正今天来这里，也是想面对过去所做的事情。双红，当年的一场战役，允正为了要光复金华，确实做错了很多事情，所以皇上才会叫他留在金华，就是要他造福金华，为民赎罪。赎罪是拿来安慰自己的，伤害都已经造成了，要怎么赎罪呢？双红，不管黄华跟你说了些什么，你都要冷静思考。你现在这种态度就是不明是非，你知道吗？看来双红对我们允正确实有很多误解。双红啊，太君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不知道你怎么可以安心地住在这个屋子，不怕风吹雨打？这跟允正哥有什么关系啊？要不是你爹砍掉竹林里的竹子，然后辛辛苦苦盖这间房子，你怎么可以安安心心在这里长大成人呢？所以允正做的工作跟你爹是一样的，他是听当今皇上的话，为了天下老百姓要盖一间坚固又安稳的家，所以过程中必须要砍掉一些大树，这也是不得已的。那我懂了，谢谢太君的教诲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一个房子的坚固是要牺牲一大片的森林。如果要让红儿选择的话，我宁愿不住在这个房子里。双红，双红，太君，正儿，双红管教不当是我的不是，刚才冒犯了两位，我在这儿向两位赔罪。啊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是啊，师兄，允正对过去我所犯下的错误觉得非常的后悔，不过我认为一个男子汉应该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，承担后果。你不用自责，我就是喜欢双红这一点，做人豪爽，直话直说，跟一般害羞的女孩子完全都不一样。我们父女俩不知道上辈子积了什么德，想当年受了重伤，得到太君的相助，现在我这个女儿又受到太君如此的爱护。正儿，你放心，你跟红儿的婚事我一定替你做主。多谢师兄。那么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啊，娘。既然来了，就出来吧。
表哥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是跟双红来的。原来你是双红口中那个无所不能的爹。表哥，我请你老实跟我说，小碧并没有死，双红就是小碧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双红是我收养的一个孤儿，我待她就像自己亲生的一样，她是我的女儿，不是小碧。不是小碧？当然不是。是真的吗？我希望你不是骗我的，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，只要我活着的一天，我就不会放弃报仇，也不放弃小碧。莲妹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你这是何苦呢？我好不容易才把朱元璋跟刘伯温引来京华，我不会这样就放弃的。原来刘伯温是你引来的。没错。你是用什么方法把他引来的？我去找你的好朋友乐华，向他讨一张我的老公陈友谅的画像。你杀死乐华？莲妹，你连一个已经衣食不济的画像师你都不肯放过。他是叛徒，叛徒就应该死。他不是叛徒，他只是归隐而已。不替陈友谅效命的人就是叛徒。对不来讲在不好，帮不来爱又比本托，但你的心又在消磨。莲妹呀，你连一个已经衣食不济的画像师你都不肯放过。他是叛徒，叛徒就应该死。他不是叛徒，他只是归隐而已。不替陈友谅效命的人就是叛徒。你莲妹，你听我说，刘伯温不是个简单的人物，我跟他交过手，你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等七绝战完成那天，他就不是我的对手了。表哥，七绝阵法术真的不在你身上吗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陆太君把我救醒的时候，七绝阵法术就已经不见了。不过我的直觉，七绝阵法术还在进化。表哥，我会再来找你。红儿，听爹说，一个男人征战沙场，他跟敌人是以命相搏，稍有不慎就有生命的危险。云正当年的做法是天理不容，没错，不过他也是不得已的，他是为了战争的胜利，而且他这么做还能减少同僚的死亡。爹，自从黄华告诉我他家里发生的事情，我的脑海里一直会出现那些妇女被杀的惨状，我真的觉得很可怕。红儿，允正是一个孝顺的孩子，他的个性刚直，当年他是因为年轻气盛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应该要体谅他才对呀。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定要牺牲无数的鲜血，无数的尸骨，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呢？这么一来，后代的子孙活在这块土地上能真正的安稳吗？这你们口口声声的说要红儿幸福，
可是允正哥的双手沾满了无辜的血腥，发生这种事，我无法跟他在一起。我看红儿跟允正真的是无缘了，而且连妹现在知道我跟红儿住在这里，我看此地不宜久留啊。红儿，你如果不想嫁也可以，不如咱们父女俩赶快离开金华城这个是非之地吧。离开？将军出征这段时间，官办的收入总共是123406两，铺路修路有32条，造桥有6座，剩下的部分呢？剩下的部分怎么样？禀将军，有一位教书的先生想在乡下办一所学堂，提供给那些贫苦的孩子读书。老令公的意思是要将剩下的部分全拨给那位先生建学堂。你说是我爹的意思？没错，是老令公的意思。好，就照我爹的意思去办吧。将军，还有件事情，子敬要向将军请罪。子敬，你也会做错事啊，没关系，说来听听。城西来了一批外地的灾民，因为官办的收入都被分派完毕，子敬就自作主张拨一份将军的薪俸给那些灾民煮粥喝。大胆！下官知道错了，请将军不要生气。对你不来讲在不好，保护你爱有地边可，但你的心又在小宝。农村呀子敬自作主张拨了一部分将军的俸禄给那些灾民煮粥喝。大胆！下官知道错了，请将军不要生气。有灾民的事情怎么早点告诉我呢？这么多的灾民，一碗粥够吗？一部分的薪俸能够用几天呢？你马上去办，把我所有的薪俸都给灾民，一天有灾民我一天不领薪俸。是，下官马上去办。等一下，要让灾民吃饱，一定要煮浓稠的粥，要筷子插了不倒，毛巾搅了不散。是。正儿。娘。我都听到了，你做得很好。娘再三跟我交代，要尽心尽力为金华的百姓做事，我只是照娘的教诲去做。只要你真心对金华的百姓好，那么我就放心了。娘，其实这是爹的意思。谁？是爹。是他。爹不但替我造桥铺路，他还想要在乡里。好了，我知道你希望我跟你爹和好，不过你要知道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要是当年他不抛妻弃子，我也不会对他这么冷淡。娘，谁能无过呢？孩儿也有不光彩的过去，不过我已经很尽力在弥补这一切。你跟他不一样，你是真的在行善，不过他心里到底在搞什么鬼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交代你的事都办妥了没有？令公交代的事，下官不敢轻忽，都办好了。啊，来。
很好，以后就好好跟着我，你该有的好处我绝对不会少给你的。是，那多谢令公。正儿，爹，你在家就好，我正想找你商议此次剿匪。 所获是贼赃，处理办法。我想在金华再造一所书院，让我们金华的子弟都能学习孔孟圣学之道。你意下如何？爹，只要您能够用之于民，造福乡里，您要怎么处理这批贼赃，孩儿并无意见。正儿，你真的是成熟长大了。好，金华城能有你这位名胞物语、为民谋福的大将军，相信一切就会风调雨顺。 繁荣兴盛啊！爹，请坐。好，好。正儿，娘，娘帮你缝一件新衣服，你看合不合身？多谢娘。没事，我先走了，不打扰了。爹，能不能留下来吃一顿饭？我们一家人好久没有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。 您说是不是？哎，吃饭本来就是一件开开心心的事，何况你们母子难得团聚，我看我还是识相点，别留在这惹人嫌。爹，请您留步。娘，请您让爹留下来，请您成全正儿。人留着心不在，又有什么用？我是有心，但有人无情，就算留下也是枉然呐。正儿。 爹知道你一番孝心，但重要的是，别让你娘不高兴。爹，哎，500两，爹，这是，一点银子罢了。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？你说这什么话？我好歹也是个令公，朝廷自会给我俸禄，我辛辛苦苦存下来的。是啊。 你都带在身上，我高兴怎么？我身上带点银子都不行啊！哼，正儿，娘，你相信他的话吗？你要注意一点，不要让他做出国法难容的事情来。娘，我认为爹他一定不会。我是希望不会，不过。 难道陆家真的跟七绝阵没关系？我只是到府上打探，并无伤人之意。只要你答应我，不大声喊叫，我就解开你的穴道。 太君是被高人所伤，怎么可能？太君一点外伤都没有。你看这幅画，不认识一个人，太君可能有救了。什么人？救人？救谁呀？跟你合作要小心一点，因为你常常意气用事。不过要把太君救回来，一定会血流成河，我们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我给他三天的时间，交出小臂，说出七绝阵的下落，要不然你就别怪我对陆家心狠手辣。 你的外号叫做半枝莲，我也有一只半枝的莲花钗耶。
一条路，你予阮感觉这幸福。这凄楚，才了解阮。